家这个双座啊，就是驾副座，就是或者是半驾副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娘叔呢坐这个灯椅，就是坐灯椅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拇指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胀。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披露气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根。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手印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啊，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臂孔当中的出三次勾气，对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根，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am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am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Bhamana sarama zambaba hompe de soha. Ah, 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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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je, lol, eh, eh, oh, oh, ah. Kakanga gana, zatan, zatanya, tatan, zatana, tatan, zatana. Baba, baba, maya, la, ah, chaha, saha, cha. Ah, 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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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je, lol, eh, eh, oh, oh, ah. Kakanga gana, zatan, zatanya, tatan, zatana, tatan, zatana.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啊啊哦哦哦热热乐乐一一哦哦啊嘎坎嘎坎啊咋咱咋咱呀咋咱咋咱啊咋咱咋咱啊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嗯耶达玛耶达扎巴巴耶登德克达坦嘎多哈呀安德登克扎哟努罗达耶奥巴德玛哈玛那阿索哈Om ye dama hita trabhava hitan tekhen tathangato Haya ande tekhen chayo naroda Yambadama khyamana asoha Om ye dama hita trabhava hitan tekhen tathangato Haya ande tekhen chayo naroda Yambadama khyamana a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足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狮子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人面前跟我们讲话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将老所长的公爵多半跑了选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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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完那一会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也不呢就是迎接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在歪道中当中啊，就是苏论歪道和僧论歪道呢，就是比较这个重要的这个宗派啊、就是我们这个学习儒中论吧，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歪记什么这个歪记说是常我法无得无作非作则，就是因为这个歪道呢，就是他承认就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我，还有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常我。那么这种这个常我和我呢，就是具有这个五种功德的，但是呢就是它是不是边际的，就是没有这个作用的，不是作则的。然后一比三分差别于歪道诸那堕诸派，就堕什么这个称堕派吧，就称堕派。意思就是说呢，以这个僧论歪道和俗论歪道为主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歪道的很多这个宗派啊，
就是以茶这个姓称的，就所有无光尊者在有些那个宗派报藏人呢、啊，还有那个如意报藏人当中的话呢，也讲了就是非常多的这个外道的这种观点，就是所以外道的很多的这种观点的话呢，应该说是这个长派和短派就是为主的。那么其中呢，就是僧人外道和素人外道呢，就是很重要的。僧人伯切也说了，就是现在虽然我们没有产生这样的这个邪见，但是我们凡夫人的相续当中呢，也有这样的这个恶劣的这个习气，所以呢，以后就是遇到这不比较恶劣的环境的时候呢，很有可能我们呢也是是随着这个歪道而这个去学的，所以呢，一定要就是动到他们的观点，同时呢，要需要会这个遮破啊，就是会这个否定他们的观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在这里面就是所破的这个对方啊，就是是这个俗论歪道的观点。一般俗论歪道呢，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所有的一切万法都是包括在这个二十五谛当中啊，就是二十五谛里面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自心啊、神我啊，还有这个大慢啊，就是他们是主要是就是有这几个法，然后这几个法当中呢，就是出现这个五味啊，就是五味是指的是这个这个身处色相味啊，就色身相味，就是原来我们所谓的这个五尽，然后呢就是有这个五大，就是所谓的地色火风啊，就是地色火风，然后呢就是这个有十一根啊，就十一根呢，就是指的是就是五种这个生根和五种业根，五种生根是指我们一般的眼耳鼻舌身啊，就是眼耳鼻舌身，然后呢就是五种业根的话呢比如说这个科啊、树啊、教啊，还有这个大下奔道啊，就等等，就是五中共这个五业根，然后就是共同根呢，就是指的是一根，就是中共有二十五种法，二十五种法呢，就是他们认为所有的法都是可以包括在里面，其中呢，就是他们这个认为是这个所谓的自心啊，还有这个神我啊，就是这些呢，是这个常有的。然后他们认为是在这里面的所谓的我呢，就是这个生我啊，就是这个歪道，就是认为是，所以你为什么说边际我呢？他们认为是所谓的这个我呢，就是圣我啊，就我们心话都是从小都是没有学苏论歪道，不然的话呢，你当幼儿园的时候啊，有一个圣我的东西啊，我们都会觉得啊，对对对，肯定有这个圣我啊，这个圣我呢，就是通过这个大，通过慢呢，就是然后怎么样这个相术这个歪气呢？这样一说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跟着会这个承认的，但是呢，就幸好我们没有这样这个学。那么这样以后呢，就是他们认为是这样的这个事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意识呢，就是也是我。也是这个因为外道当中呢，有一部分呢就是认为是所谓的我是这个承认为是无情法，就是无者的东西，然后有一部分呢就是认为是所谓的我是这个就是意识啊，就是意识。那么苏论外道呢，就是他认为是这个他是意识，也就是说圣我，这样的这个圣我呢，就是我们这个要这个继续驳斥他们的观点，你所承认的这样的这个我呢，就是不存在的。为什么不存在呢？你因为就是承认为是他是常有的，
神是若是常一切事应问，若无所知神何理为是神，无时若能者则说也应者，是故定应解无尽则无知。那么下面我们就破他们的观点，说这个你们这样这个成人啊，就是这个浪鸟指这个神隐的这种二世啊，就因为是呢就是圣我，就是神我呢就是其实常有的。如果是这样的这个了知身影的这种是啊，就是是这个常有的话呢啊，就是是不合理的啊。大家都知道所谓的这个常有的概念的话呢，永远都是不能改变的一种本体才叫做是这个常有。今天变成就是一种法，明天又变成一种法的话呢，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无常法，就是并不是这个具有这个常有的法性。那么你们做成人的这个神识呢就是执着这个神隐的这种事啊二事的话呢，如果是真实就是按照你们所说的那样是常有的话呢，那么在一切时候呢应该是这个听到声音的啊，因为你们的意识是常有的嘛，意识是常有的话呢，不管是白天也好晚上也好，就是睡觉的时候听课的时候或者是不听课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一切这个事出一切位移当中的话呢，都要就是应该就是你们所谓的这个我呢，就是就始终都是要这个听这个声音的，应该这个听声音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对方都说了，就是说是我们这个虽然呢就是常我是这个存在的，一切也是存在的，但是一切时候呢就是不一定是这个不一定是听那个声音的，有时候呢就是外境的这个声音呢就是不存在，当它不存在的时候呢，虽然神我的这种意识呢应该是常有的方式来存在，但是呢因为这个它的对境不存在的这个缘故啊，所以呢就是它的这个神识呢就是不可能就是现前，就是他们这样认为的。那这样认为的话呢，说是若无识之神和你，那既然你没有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没有了知这个神隐嘛，你既然没有了知神隐的话呢，那你怎么会是承认为这个了知这个对境神隐的这个事啊，就怎么会是这样这个承认呢？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个蓝色的这种物品的时候呢，才能就是知道是哦，就是它就是这个执着蓝色的这种颜色，或者是我们听到一个就是非常动听美妙的歌声的时候呢，哦，就是这个歌声呢，就是听到之后就是那个二识呢，就是才能可以这个出现的。如果这个歌声根本没有的话呢，二识单独一个没有任何对境的这样的单独的这种这个就执着声音的这种。这个二十呢就是绝对不可能无法这个绝对不可能按你的，就是没办法按你的。这个是就是怎么会是这个按你的呢，就是这个无法这个按你的。若是无能智则数也隐智，如果你们这个按照苏论歪道的观点呢，对境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就是因为你所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暂时在不在你的这个面前嘛。如果你的这种对境没有，就是也有这个也有能了知，就是了知对境的这种情况啊，就是这种存在的话呢，那就有很大的这个过失。有什么样的过失的？那这样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树木啊、石头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灯泡啊、花朵啊等等这些东西呢，也应该能了知这个外面的这个身影的这种这个幽静呐 应该了知这个外面身影的浪子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根本没有知道这个神隐的时候呢，也可以这个安理为这个意识呢就是是常有的，也同时呢就是把它安理为是这个让执着神隐的这种幽静。所以这种推理方法呢还是很尖锐的啊，就是大家呢一定要会推理啊，就是不会推理的话呢，那就觉得是啊，这个可能是怎么样，就是到底能不能破得到，就是也不知道。但你如果真的是智慧呢已经深入到这个吉天菩萨的这个智慧当中，让驳斥这个对方的观点的话呢，那就对方呢再怎么样也是这个哑口无言，就是就没办法了，就是。所以呢，如果你对境的没有的还能可以知道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属母当这些无情法呢，就是也应该成为这个浪子了啊。就但是你这样这个承认的话呢，已经这个完全的违背了我们这个世纪的这个事实啊。就实际上的任何一个人呢、啊、就是哪怕怎么说啊，就是即使再愚笨的这个母民也好农民也好，他们也不承认说是这个属母呢就是浪鸟子这个外面的歌声啊，浪听到这个歌声啊，就是他这样是不会这个说的，也不可能的这个事情。因为属母呢本来的是无情物啊，无情物怎么回事呢？知道这个对境怎么能听得到呢？要听得到的话必须要有二根，就是但树木怎么回事有二根呢？就是绝对不可能有的。所以呢，如果你说
这样承认的话，那已经明显的这个违背了事实，就是绝对不可能是这样这个承认的。是故所以说呢，你应该要这个了解啊，你彻底明白，明白是什么呢？这要是对境没有的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他的这个官带他的右境呢，就是绝对不可能有的。破除大夫啊，就是破除这个大夫。就首先呢，就是对方就是这样回答的，说是这个如为必之事啊，就是对方呢就是说这个在我们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啊，就是没有这个，也就是说刚才你所谓的这个声音呢，他没有这个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呢，其实呢那个时候啊，就是制作这个神影的心思呢还是存在的，因为是它是常有嘛，常我嘛，常我这个存在的话呢，心思是这个存在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神影呢就是不在这个前面，就是那个时候呢他就去这个看见这个设法啊，就是看见那个设法，但心思的本体上的话呢，应该说是没有什么这个变化的，就是他自己认为呢，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人呢，就是前面呢就是做一件事情，就是做那个就是剃髓，然后呢就再过一会儿呢就是就开始这个圣货，就是那这样的话呢，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他所做的两种这个事情呢完全是不相同的啊，就一个人做了两件事情，但是这个人的本体上呢就是应该是这个一体的，就是他这样认为的就像我前面呢就是执着这个神影，就是然后过一会儿呢就我执着这个设法，执着设法的时候呢虽然没有执着神影，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的心识呢就是应该是这个一体的，就是对方是这样认为的。但这个也是我们对这个相续啊，就是相续呢就是把它这个相同的相续置为一体的这种迷乱执着，迷乱执着。昨天的贺牛呢就是今天也是这个贺牛，昨天的柱子呢就今天的这个柱子，所以呢表面上看了的话呢就是有一种这个相续相同，就是所以根本没有这个发现而已。实际上呢昨天的贺牛现在一点一滴也是没有的，严格来讲啊，然后昨天的这个柱子的这种刹那性的本体的话呢，就是现在一点一滴也是没有的，就这个是应该是从无常观的角度来讲是完全能了解的。
下面呢，就是通过这个三个方式来这个观察，就是三个方面来进行观察。首先第一个是以前一太古这个存在的退隐而破斥它啊，就是以前面的我们这个刚刚给他们破斥的这种太古啊，就是依然存在，你这样的话根本就是无法超离就是前面的这个退前面的这种太古。那意思是什么呢？彼时何不闻？若为正不紧则者是以无。那么我们说这个刚才那个正在执着这个设法的时候啊，你说是这个常有的这种我，这个生我的这个事呢，就是应该是存在的。既然是它是常有的话呢，那个时候呢，你为什么啊？就是为什么呢？就是不执着这个身影呢？因为呢，你执着身影的幽静呢，就是完全是这个无有改变的常法的缘故。你既然是常法的话呢，那么一会儿呢，就是有执着这个什么这个身影，一会儿呢不执着身影而执着去这个设法，有没有这样的两个阶段？如果有两个阶段的话呢，那你的这种本体呢，就是有所变化的，就并不是是常法，就是我们就这样过程。在这个时候，苏南怀道呢，就是就开始说啊，那个时候呢听不到这个身影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身影呢，就是不在他的这个附近啊，不在他的寂静。那个时候就往往都是先前一些设法，在这个时候设法呢就是去执着，而身影呢就是没有去执着。那么我们就驳斥他说是，那么这也是以物。那如果身影在他不面前就是不存在的话呢，你必须要明白啊，就是东北人说的一样，你必须得要明白，你必须得什么？你必须得。嗯，我就不是很清楚。你必须得明白，这个生死啊，就是生死也是不存在的啊，就是生死也不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观待它的这个对境没有的话呢，就是心是怎么回事有呢？绝对也不可能有的。如果你承认的话呢，那你原来所承认的常我的这个意识呢，现在都是已经这个有变化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执着。啊，神隐的时候呢，就是啊，这个什么制作这个设法呢没有，然后制作设法的时候呢，就是刚才那个神隐呢不在这个附近呢。其实你这样的这个说法也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因为你们的所谓的这个神我啊，就是偏于一切法的。既然是它偏于一切法的话呢，哪里有这个近和不近的这种概念呢？应该是在这个它附近的。再说呢，你们就是说这个无为啊。就是说这个无为的时候呢，就是色声香味的话呢，也应该就是无处不在，就是也有这样的观点。通过你们自己的这种观点呢，就是应该可以就是遮破你们自己所承认的常有的这种心识的我呢，就是绝对也是啊不合理的。下面呢，也是这个讲，就是第二种方式，就是也可以说以这个心相相位之推理而这个驳斥，就是这个分安理这个推理和还有这个比喻不成理分两个方面来讲。首先安理这个推理呢，闻声自省者云何称是称眼舌？那么下面就是我们进行对这个书论外道，就是说你们本来呢就是这个听到这个声音的本性呢。听到这个声音的本性呢，就是是这个常我的，也是这个生我的一个本性，它是这个常有的，
不变的，永远的是处于一种平衡的这个状态，就是这就是你们自动所承认的。那这样的自信呢，怎么会是变成就是这个厌世？怎么会是变成那个执着设法的这种由境呢？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承认呢，所谓的这种常我呢，就是它的这种本体是实有的。既然你它的本体是自由的话呢，那就是它不能就是变成这个其他的啊。就是如果我们像中观和佛教里面所讲这样的意识的话呢，那么意识的本体呢，我们没有承认为是常有的，没有常有的话呢，它一会儿呢就是变成二识，一会儿呢变成那个什么这个厌世也可以，或者从无分别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同一个事件当中啊，就是六根识就是六种无分别的识呢，就是它同时出现的话也是这个可以的啊，就这个可以的，就是在声量论里面所讲的一样，这可以的。但是按照你们的这种观点的话呢，你所谓的这个神我呢，就是是常有的。既然是常有的话呢，那它是不可分割的一个稳固的坚固的一种实体啊。这种实体呢，永远都是就是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始终呢就是不能变成了一会儿呢就是这个执着身影的，然后把这个状态呢就是完全放下来，然后呢就进入另一个状态，就是开始进行呢执着完美的这个斑斓色彩的这种这个色法，那这样的这种这个状态呢，就是对你们的观点来讲呢，就是是绝对也是不合理的啊，就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那个这个声量论呢、就是声量论当中也说了，就是非有一指耳根识决定故啊，就是从我们这个根识的角度来讲也是一样的。比如说眼识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一个眼识，那么一个眼识的本体不涉及的情况下，用眼识来指导这个外面的这个身影，或者是这个外面的这个出现的对境呢，就这些是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呢？根识是已经决定的。怎么决定的呢？我的这个厌世呢，就是决定是执着设法的，二是呢决定是听到这个声音的。所以你这个听到这个声音的同一个事件当中啊，就不涉及声音的同时呢，你这个执着这个设法呢，就是这是不合理的。下面就是讲这个他的比喻补偿呢，一人称佛者，假名非真实，有喜安善的非者也非佛。那么对方呢就是这样说的，就是他们说这个一个本体呢，就是在这个现象上观待不同的对境呢，应该这个出现几种呢，就是可以的。比如说前面认为身我，所谓的这个神我呢，是一个意识的这个状态，但是这一个意识的状态呢，就是他观待这个神影呢，就是执着这个这个声什么这个听到这个声音呢，就变成二识，然后观待这个色法呢，就是它就变成眼识，就是这两种这个状态呢，应该是这个可以的。
他就这样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这个时间的就是一个这个人呢，就是他关待这个儿子呢，就是变成这个父亲了，然后关待这个父亲的话呢，就是他成儿子啊，就是这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这个关待不同啊，就是应该说是变成就是不同的两种法，就是苏联外道就是认为呢，就是一个姓氏呢，就是他关待不同的对境，就是变成两种是就可以的。虽然我们的姓氏是常有的，但是常有呢不同的这个对境呢，就是也变成就是两种法，就是他这样认为的。但是这样的这个说法呢不合理的，你的这样的比喻呢就是不合理。怎么不合理呢？一人称夫子，驾名废正时，一个人呢就是变成既变成这个父亲又变成儿子，这次是观待而言的。从我们这个按照这个总观或者是一些这个佛教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就是可以分那个僧侣和这个世俗。在世俗地当中的话呢，就是观待就是他的无实有的这个父亲呢、父亲的话呢，就是他可以就是变成呢就是儿子。然后他如果有个儿子的话呢，就是观待这个孩子呢，就是让他自己呢就是可以变成这个父亲呢。因为观待不同的两个环境的话呢，就是他既是父亲又是这个儿子，就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的本体是真正是室友的话呢，又既是儿子既是也是父亲的这样的两种这个相违的这个本体呢，在一个人的身体当中呢绝对是不可能有的。所以我们就是是儿子父亲的这样的名言也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假名。因此他真的说一人称为这个父亲和儿子这两种情况呢，应该是按照我们的这个缘起空性或者名言假象当中呢，这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你不管是父亲也好儿子也好，你的本体上呢就是没有一个特定性的，你就是父亲的本性，你就是儿子的本性，这样是没有的。而你们呢就是做成人了、做成人的什么呢，你们的这个自性就承认为是这个自性的。既然你这个所谓的这个生我的这种本性的话呢，就是是这个三功的这个均衡的，就是三的这个均衡的这种状态。在三的均衡的状态当中呢，又是变成这个儿子，既是变成儿子又是变成父亲的这样的状态呢，就是绝对不可能。既是有的话呢，它是隐藏的东西，就是不能呢就是现的啊，就因为他们的黑子在书里面也说了，就是三代速生性非为所见道啊，就是三代速生性，三代就是他们自己所承认的三代速生性呢是不能这个所见到的。凡尘所见到如幻即虚幻啊，就凡尘所见到如幻即虚幻，就是凡是我们人们这个见闻所知的对境的话呢，全是像幻化一样的，就是虚假的。就是你们不是自己也是已经承认，就是所谓的这个能见到的东西呢，就是全是虚幻的。那这样的话呢，即使儿子又是父亲这样的这个状态呢，就是如果是真的我们能见得到的话呢，那他不是这个本性。如果不是本性的话呢，你们所承认的生我的这个本体啊就跑到哪里去了，就是一定也是不合理的。所以呢，你们这个西有安三德的这种本体呢，就是既不可能就是变成这个儿子，又呢就是不可能就是变成这个父亲。既然这两种都不可能变成的话呢，那么你们怎么这个承认呢、就是他的这个本体呢，就是具有两种法，就是具有两种法，不合理的。当然我们这个观待，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呢，按照观待法的话呢，这是这个完全合理的。但是这种本体呢在自信当中是找不到的。因此通过这种方式啊来这个观察，就是所谓的这个人我不存在，这个道理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这个明白。
Om Bandhangara Banasadardha.